我們今天受大考驗，首先就在這個雙黃的溫比加超，要我們主角示範一下，阿蔣和 Rita 你先，你歌詞我們聽一下啲音樂有音樂的，有音樂嘅咩？仲有聽聞有音樂㗎，係啊，要是啊，但係你想清唱啊，我冇所謂㗎，清唱好，可能清唱好啲喎，清唱好啲，因為如果唔係我追唔切啲歌詞㗎，追唔切㗎，因為我咧就寫曬英文㗎，所以睇唔知，佢英文嚟嘅，睇下啲歌詞，清唱好啲可以，清唱好啲啊，OK， 大家聽住啦，你呢啲啊，嗱，呢啲就係拍檔咧，平時大家可以睇到嗰樣嘢啦。我拍照，留住比加超的笑，萬次黑姐地 selfie 自己有幾個，相片 close， 咩？挨近前，人人壓住細耳覺討厭。 只想拍得自然。我拍照，同樣拍不到佢。文字黑姐弟，幫我拍到有幾個 Pokemon， 我好中意。人人壓住曬我覺無聊，不想拍得隨便。 痛到相同恨，也許不必知道我是誰，無謂令你又再等待。相逢何必曾相識，熱愛 Pokemon 相遇又投恨，也許不必知道我是誰，無謂令你再度耍太極。啊！呢個寫呢啲詞。 寫得好好啊！真係啊，好嘢啊！阿Sam好嘢啊！真係啊！真係。但係啲個神水方面咧，你教下我哋兩個嘅聽眾朋友咧，即係呢個觀眾朋友，神水唱嘅時候要點樣樣咧？你哋覺得係咪好難唱？唱係咪一樣嘅啲歌詞同我哋唱歌係一樣嘅歌詞都一樣嘅，但係起碼啲咯，因為你睇下呢啲卡通。係啦，我覺得唱得越搞笑咧，鬼馬咧就可能分數就會。好啊，咁啊，睇下佢哋兩個咯，俾個麥你哋好冇？ 好，我哋嚟啦，女仔唱先。爱拍照，留住比卡超的笑，问此刻这地 ，selfie 自己有几个，想影 pose 挨近前，人人壓住牙膏討厭，只想拍得自然。啊，好啊，仲好啊，好，俾掌聲，俾掌聲，俾掌聲，難嘅。我拍照，同樣拍不得到佢。萬次黑姐弟，幫我拍到有幾個 Pokemon， 我好鍾意，人人壓住我阿哥無聊，不想拍得隨便。老師天涯淪落人，再者比卡超痛到相同恨，也許不必知道我是誰，無謂令你又再等待。相逢何必曾相識？ 熱愛Pokemon 相遇又投降，也許不必知道我是誰，無謂令你。哇！犀利喎！佢有颱風喎，有颱風喎。係啊，我明。本來咧，我覺得個女仔唱得咧啲嘢都係普通啲，係瞓得好啲嘅。咁但係你最後尾 出咗招耍太極出嚟，咁分數。點樣好呢？你哋兩個比難題選一下。你想揀邊個？揀得男仔。我揀女仔。我哋一人。一人揀個。咁啊，既然咁啊，好啦，我哋都將呢個比卡超嘅禮物送俾佢哋啦。阿蔣有幫我哋頒獎。好。有一個雙紅嘅温比卡超啊。 好，全部啊！哇，好多比卡超嘅精品啊，都可以喺呢一度咧，揾得到嘅。好，呢個俾你。哇！你真係～
你咁樣啊，翻張獎先。翻咗俾佢。好啦，影張相先。但其實話俾阿 Rita 聽咧，其實喺我哋咧對 One 呢一度咧消費購物滿咧1000蚊，或者係咧就係1500蚊咧，都有呢個精品可以換得到嘅，一陣咧可以介紹俾你嘅。